这个师傅在雕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正红，你平常会摸着它？那个是每次来的必摸行程。今天我们的重量级嘉宾到场了。嗨，凯哥你好。哇，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。我真的要跟凯哥多学习。我们店面隔壁参观一下，比较舒服。凯哥以前有来过桃园吗？有啦。哦，我们桃园最近发展的场所也蛮常的。那凯哥下次交流一下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对啊，我们里面啊。有没有觉得磁场还不错，那种能量性质？水晶带给很多大家，本来刚才有个分享，50平的店面，我们来见面。对啊，然后水晶能量都要打开给凯哥。对，这个会社交。摸别人的还这么开心。